那个过年啊，有叫做炮啊，还是圣诞节叫做夜市那老公公啊，他就是这样子慢慢做，还有后来就做到动物了，啊，有些动物那个体型没有做得很好，因为那时候做的东西是空心的，啊，你要磕的话，一磕就到里面去了，所以后来就开始演变实心，啊，就才会现在的东西一样。颜色都纸箱取出来的，为了环保啊，所以我没有去买颜料，不是像我早期的时候要去买美工颜料还有油漆啊，现在都不能用，因为走环保路线，我就原那个用树脂还有喷透明漆啊，像那个颜色是从纸箱取出来的用的。五月三十到六月十七到台中市大墩文化中心，欢迎大家来看。